我不管，干嘛呀？我问他，武力真服。你管问，进广告。我问他，快点问他，小孟哲。小孟哲，快问啊！好基友哎。干嘛？这是这集的小姐你是不是？你真的要廖冠铭？废话，还有班的。廖冠铭，你真的要追萧文凡吗？没有啊。你真的要？魏哲杰眼神上充满了欺骗。那我干系有什么用？你喜欢郑欣宜吗？很可惜的。看走向。那你觉得萧文这个人怎么样？丑啊！好好好，哪里好？哪里好？哪里好啊？可爱。我要讲猪啊猪猪。哈哈哈哈哈！把大家问一口，现场服务，大家都手放好啊，剩12秒，保护当事人，哎，剩7秒了，来快啊，剩4秒了，就要从。